可以培养他翻滚的翻滚的状态。哎，好，我现在在给你调一下搅拌啊。嗯。你搅拌调快一点可不可以？可以是吧？把搅拌调快一点。搅拌调快了就不能翻滚了吗？可以翻滚的。嗯、你这样两个力太大，你的这个料就溢出来了。好了，拍拍拍。嗯，拍拍拍。再按一下，这个就是进度是吧？没有什么工作。